Welcome, Ching Ching. Yeah. New Year, guys！ 这个礼拜呢，我们往北加州移动。现在我人就在旧金山的戏谷，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So， 我要开始戏谷人的一天。Echo， What's the weather today？Right now in San Jose, it's 54 degrees with cloudy skies. Today's forecast has partly sunny weather, with a high of 64 degrees and a low of 43 degrees. Play some jazz music. The piano bar from Spotify.智慧管家、太阳能充电，还有远端监控系统，这些差不多是每一个矽谷人家里必备的。然后这是我在旧金山堂哥一家人的房子，这次能够来拜访他们，跟他们一起过新年，真的超令我开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去参观一些高科技公司，你一定都听过他们的名字，跟着我们的脚步吧 ，Let's go。我们现在人呢就在 Google 的园区里面，非常 colorful， 因为 Google 的标志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这个就是 Google 园区里面的彩色脚踏车。这个是坐垫被拔掉了。我们的朋友在都往前走了。对，我们要去。他是你的 uncle， 他是你的 uncle，跟我的姐姐，姐跟我的漂亮姐姐都往前走了。OK， 我们去找他。这应该是。漂亮姐姐出现了，这个就是我在美国的堂妹啊，堂妹啊，堂妹。对。接下来是 Facebook 的园区，这里几乎都是他们的总部。很大哦。Yeah. Everything big in America. 我们现在要排队，为了跟那个照相。来进来看一下 office 哦，我们要看亮姐姐的办公室。姐姐的办公室哦，也是有那种 high tech 的超市，所以他们。我堂妹就是在 Walmart 总部里面工作，这边跟 Google 一样，都是没有个人的座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座位都是空的，可以选一个。Whoa! It's for relaxation. Now this vending machine is free. This is free? Yeah. 一个苹果充电器 for free? Yeah. 这里免费。You should go to open the Apple Store. I'll just take all of it inside. 应该在那边找不到你们的礼物。那你有看到圣诞老公公吗？这是一个冷笑话吗？对。Yeah. 在迷路哦，迷路。这里是哪里？很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 logo 不是红色。对，为什么？Welcome Ching Ching， Yeah！ 我们终于进来了 YouTube 的总部里面，在加州里面的 headquarters。是因为 Rosemary 她有朋友在，就是我的堂妹，她有朋友在这里上班。平常这里其实是很森严的，你要有那个识别证才可以进来。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可以进来 YouTube 的总部。OK， 你看吗？好，好。自己用哦。Let's go, let's go, let's go. Yeah. Oh. Yeah. Oh. That was so close. 你夹到。Thank you.
OK， 耶、yeah, ，星星。零食，零食，零食，更多的零食，这些也是零食。免费饮料，这里有一个健身中心。对啊 ，For you to be employed, most of the offices have gyms. 我觉得因为你们有太多免费的零食了，所以如果你吃完，你必须要来这个地方。Two. OK. Okay. Oh my gosh. 我们现在要小小声的去溜这个溜滑梯。这里排队的人全部都在喝珍珠奶茶。台湾就是三步就有一间珍珠奶茶。But 这是 YouTube 的珍珠奶茶。Okay, it's different. 乌龙茶很有名。Like it's not very good, but it's like decent. Like I'm impressed. Okay. Whoa! 我们现在来试喝一下 YouTube 里面的珍珠奶茶。哎，我的是哪一个？乌龙奶茶，看好不好喝。我觉得珍珠蛮好吃的。你看，珍珠不错，珍珠很 Q。茶味有点淡。Taiwan is better. Cheer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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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nch frie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Yeah. 我们刚刚从 YouTube 里面出来了。它总部有三个 building， 我们三个 building 都逛一圈了，还有一个溜滑梯耶，超级酷，真的是非常棒。天，它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不能拍的，不过他们员工的座位也非常的漂亮。谢谢 YouTube，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拜访。See you next time， 下礼拜见喽，拜。